这个洗炼石应该是可以合成了，我这个洗炼石太多了，我要合成一个这个精致的洗炼石，合成几个。OK， 500个我觉得差不多，反正我也用不掉，然后我再合成几个完美洗炼石。爱心的话我多少钱卖？2000块就卖。哎，宝石可以合成一下呀，哇，有那么多宝石哎。这个宝石是怎么来的？这个就是昨天云购给的。云购其实是一个不太划算，但是为了提升战力没有办法，就这样子。然后蓝宝石合成一下，哇，蓝宝石都没有几个的，都是红宝石吗？然后套装，直接可以随便合了，直接可以随便合，刚好三件装备。今天太憋屈了，直接 boss 都没有打几个啊！我错手了。我就是太贱了，我就顺手就点了个合成，群号是996709875。啊，我弹幕稍微发一下，和刚才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刚才好说好像少说了一位数。然后神仆扫荡，你要说能找到能在这个什么其他这个地方买到比这个战斗力还高的这个账号，当然了，但是你在这个区找不着了，你在这个区想要和咱一起玩。2000块钱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人家花了40000块钱呢，你要这样想，好吧？这个不要看到东西你就说啊咋那么贵，那个你就不是他的目标客户，懂吧？你就不要说这个贵好不好？这个2000块钱那么一点，你就好吧？有团战没？团战有的，有一个活动是团战的，是可以带人一起打的。把这个经验吃一下，谢谢你们送的辣条。奇怪，为什么看我就老卡？我们现在。带宽的话你需要有1兆，就是下载速度至少要有600KB 每秒钟600KB， 否则你就会卡。我们这个手刹哇要被别人拿满了，好烦的。我们至尊40级，哎，今天可以搞至尊40级，今天一会儿要不打至尊40级，然后到时候再去扫荡这个副本，我觉得可以的。或者下来我再弄吧，这个副本到时候我自己下来扫荡。然后圣印提升，圣印刚才我看到有50个，这个就是昨天晚上挂机挂的，昨天晚上没有人帮完就得要挂机。战船装备战舰提升啊，先随便升一下级啊。维小海盗今天抽空做完了，把这里的东西领一领。 OK， 噔噔噔，然后领一领提升战力，有在提升的，已经很努力了，已经在努力了好吗？都提升了200万了，然后邮件里还有，继续领取。哦，邮件没有了，好的，好像没有了，我们删除。OK， 毒奶来星空，我们这个战魂 BOSS 这个不太好弄，有点烦躁。然后，符文令有100多个，我想用一下，符文令摆着也是摆着，好烦的，提升的太少了。这个就是，哎，战力助长包。哇，还不错，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宝贝儿，全部拿出来开了啊！这里是状元叶，哇，这里怎么有蛇妖？这里有10个蛇啊！蚯蚓，今天这个活动我是4:27才开始玩的，所以我只钓了3个，这个蚯蚓和红虫就没有钓，好烦啊！来，把这个分解了，分解以后，把刚才激活的那个家伙百日盛典强化下，刚好升一星，加了27000。武魂的话得要慢慢弄，最近感觉越来越消极了。没有啊，游戏里是其实也没有被打自闭，游戏其实还是玩得挺开心的啊，一个是氪金，一个是和大家有的聊，挺开心的。装备金柱啊，又可以金柱2个，金柱一次是加，哇，只加4600，好少。然后强化，哇，可以强化一下这个装备，把这个强化到160。有时候我看左边的时候，这个右边下面的这个弹幕就看不到，因为它是视野盲区，不好意思。OK， 160了。OK， 留个400万。哎，谢谢太送的99玫瑰，来，我也送你一个。洗炼的话，又有多少红色石头？哦，有9个，有9个的话，找一找，我觉得可以洗炼一次。韧性防御，哦，这个防御感觉想先留着。防御加成1.6%，这个如果不锁，我觉得可以洗3次，我们试试啊，洗3次能不能洗一个高一点的？这个1.64%我觉得不太好，哎，要不我韧性也不要了，韧性是3.4%，我想洗一个接近4.8%以上的，好吧？
我要洗一个好的。哎，生命价值9.4%，这个可以啊，这个有点东西的。武魂有点，哦，这是加了36%，不要。韧性，哦，刷不出来了。先这样吧，先这样，稍微菜了一点，但也没有关系。这里是实验室，可以，先全红再考虑，不要全红。我就是要把第一星升到极致，懂吗？要把第一星升到极致，然后再把第二星升到极致。这个哇，9亿零件已经 max 了。OK， 这个你们别说我不会玩啊。这个的话，如果全部升完，它如果锁四个红的，它消耗的石头会很多，但是以后还得要重新再来，以后还得重新再来，你知道吗？最省的方式其实是把一个升到这个顶级。就是你选到第一个特别好的，然后你锁住它，之后再锁第二个，然后再锁第三个。全红只是额外加一点战力了，没关系，加不了多少的。其实多20万战力，少20万战力，其实都没有关系。百分比不锁，百分比它不是特别顶级的百分比。刚才3.5%的，我要让它3.8%以上，我再锁，知道吧？我希望追求极致。固定属性其实要和不要，现在差别已经不是特别大了。战权升级一下，你看。现在我已经有一套歪理邪说了，是很给力。然后这里背包基础也很重要的，是的，基础也很重要。以后留着吧，以后等之后还是能再继续升级的。卖号吧，卖号都来了。夺岛战，别玩了。哇，这个 boss 还没有刷新，别玩了啊！不好意思，又让大家难过了。那个我真的不好意思。现在排名掉了吗？排名第二名，非常的稳。小妞现在又差我们很多了，社会我妄图爱打，爱打很有毒，充了多少钱追求极致？我充了76000了。OK OK， 然后别的没有了，然后把背包里的吞噬一下。刚才有人一直说要吞噬，啊，没有好的东西，全都吞噬。把背包空出来了。合成的话，合成11这些装备合不了吧？这游戏挺复杂的，其实游戏它是慢慢上手，越来越复杂的，它不会一开始就特别的复杂，所以我玩到现在也觉得就还好。星空通行证合成一下，其他合成，别说了，西游脾气那么好，加我一个战船突破一下，一会儿，先等等。11阶的话，11阶装备感觉可以随便合，来个战腕，哇、哦，那么多11阶装备，来，哇，吹口仙气。给力，哦耶！我先说的给力哦，哇！然后这个成了，第二次要135 ，OK， 来换一个走位，可以的，我觉得能成，哦耶，不错，说最狠的话，道最怂的歉，我觉得最后一次要不来5个吧，刚好来5个，肯定是来5个的，照要这样冲下去冲10万，哎呀，其实。心态，人家都说了，心态玩这个游戏心态一定要好。人家说的可对了。11阶装备，我现在有个真三星的剑 ，Oh my god！ 我看一下，我都要吐了。我这个昨天套装没有合成，好烦人呐、哦。哎，圣尊三星，我的剑哦还没有装备上，我再合一个身子战甲，战甲合成一个11阶三星的战甲，怂了用了5个，用了5个啥？对，我觉得成功2次，第三次的话，我靠，我刚应该失败一次的，啊，不行，这个走位已经用过了，把这个卸下，哦，不行，重新来一次，啊，不是 ，come on， 我要来个衣服，我们来是个234吧，啊 ，up 学习很好 ，up 上大学以前是个学霸，上大学以后就成学渣了，这个人生非常的完整，学霸学渣都有体会到，有这游戏股票没有？人家这个游戏和我没有什么关系，这次必须失败，失败我就揍你哈！来，一定不会失败的，3、2、1，嘿，哦耶！来，我们激活一下这个套装，把这个真三星先穿上，然后再来一个这个11阶的三星的衣服，来，我们可以激活套装了，哦耶！圣尊三星激活下。加了13万，哦哇塞！如果激活4件的话，应该能加20万。我们昨天其实应该已经激活20万了，可惜差了一丢丢。然后再合成一下吧。我觉得市场上面如果有便宜的11阶装备，咱收一个，然后再合一个这个11阶两星的，有点贵，不合了，俺就不合了，好吧？然后10阶有没有？
十阶有没有可人的？哦，20块钱啊，哦，也太贵了。我觉得慢慢打，十阶其实无所谓。十阶人家套装激活了，人家11阶、11阶都激活了，所以比我厉害，这很正常。这是又要去买，不去买，我觉得不划算。因为我不想被骂，你知道吗？哎，我们的这个曙光岛只有10的血量了，我透。来，我们去教育一下别人。我们教育完，我们就参加那个活动，然后这个装备先换上，9阶装备先换上。Come on，神龙，快跑！哦，击败了，然后再来。Come on，快复活，让我多刷刷你。套装马上激活，套装还没有激活呢。OK，放弃喽，这就放弃了？那么怂吗？技能可以升，然后套装也可以升。套装是在锻造里面，差点没找着。OK。因为他们在盟里可以相互换这个装备，对的，因为人家盟强大，人家可以相互换这个装备的。我们盟只有我一个顶梁柱，没有办法，所以现在这个装备10阶、11阶的都搞不定。哇，这个资源属性谷物加满，然后属性加满，OK，好，然后哎，我要骑一个龙，哎，还有14秒，哇，刚好还赶得上，哎，但是这个。哦，10阶3星的这个装备可以去借，我可以去借的。哎，跳舞，这里有个跳舞，哎，哇，这里可以跳舞，我的天，哇，看到吗？我要找个人跳。哎，辛晓雨，来，我在你面前跳个舞，哇，哐，哇，可以的，抢到了，抢到了，排上位置喽，来来，把他们揍一遍。然后我的这个神仆要换的，而且不应该自动释放。十阶跟人家借少花一堆钱，这个试一试，我去借一下。这里要把人杀一杀，哇，这个，哇，一下还杀不死的，来，华木，大金鱼，OK，死了，剩下的都是我的，然后这个神符没有换，好烦呐，不要买10的，11可以覆盖10，我不确定，这点我不确定，我想弄一个10的，你不要管我，啊，这里获得900，这个就是完美，把这些人全都杀掉。然后这里11秒啊，好烦呐！我要换神仆，我要换神仆，我最后再采集一下，然后我就出去换神仆，好吧？OK，可以覆盖。有人说可以覆盖，有人不可以，有人说不可以覆盖。覆盖的意思就是说，你用11阶的这个装备穿上以后，你也可以激活10阶的这个套装，是这样子可以代替。这个一个控制，一个解控，其实也还好，但是我觉得控制住别人更好一些。因为控制住的话也是一个减伤，其实，哎，新秘密，这又是小妞的同学，哇，这又是小妞的朋友，应该是，咱就可劲儿揍吧。9阶不一样，能覆盖7阶的，好像不知道，9阶好像是可以的，但有的不行。哇，挑战成功，哇，有人还把我打得好厉害啊，我血量刚刚都掉了，先退出，换一下这个神仆，我喜欢搞两个控制，那个控制实在是太阴霸了。So imbalance，来来，这个是主战，再来一个这个赤炎魔尊出战，然后再设置成手动施法，来走起。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叫做龙泽罗拉，我觉得水友的智慧真的是超乎想象，好吧？金矿争夺中，高阶的可以覆盖下去，真的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哦。而且11阶很难，10阶好容易的。比如说，我今天可以借这个装备，然后马上就可以激活10阶，明天就可以激活10阶的所有套装，这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我懒得低三下气的找人，我找一些我认识的人可能可以借。我们盟的可能有一两个10阶3星的装备，激活6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辅助的话有些困难。哦，对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情人，他是有这个10阶辅助的，所以比咱厉害。这个就正常吧，取个比例。举个比例，还有这样的描述的，这个也是太激动了，话都不会说了。哇，这里那么空吗？哇塞，哇塞，哇塞，我仓库也有空间了。7阶啊，这个其实可以拿出去搞掉，它是有带锁的，可以直接扔掉。10阶3星，把这个扔了。哦，大哥，大哥，秦守护神，大哥。哇，你怎么走到这儿了，大哥？你是喝醉酒了吗？酒驾了呀！我的天，
OK， 逮到一个，逮到一个，先去覆盖试试啊！现在没有条件，十一阶的装备，咱，十一阶装备咱试一下，一会儿咱十一阶这个装备试一下。哎，树白，啊，又是解控，你妹，不是，怎么是解控啊？我的天老爷，我的天老爷，树白你没喽，不好意思，这个血量1500万，然后他无敌了。哎，刺血，你刺血能反杀我吗？看他连我半血都打不掉了，我今天强化以后，哇、哦，还是打了我半血，不错哦，不错。来来，这里就是把人杀了。OK， 这两个都死了。哦，只得到了600，那个人应该把我分掉了一点啊。那个人最后应该是把我分掉了一些，分担掉了一些。这里出去，我要打这个控制，至少两件。我们十一阶装备有几件？十一阶装备有一件，然后这里十一阶。哦，十一阶有两件，我们可以试一下，这样先试一下，十一阶两件装备，然后激活，给大家看一下，十一阶激活了是剑和衣服，对不对？剑和衣服，哎，好像是可以的，好像是可以的，来来，重新穿上，我这儿耽误点时间没有关系的，待会儿掠夺能掠夺很多，这个 MVP 肯定是我的，不用想了，然后我再把套装换上。这个每次拆卸装备就是有点麻烦。之后神仆，哇，神仆刚才怎么搞的，真的烦。哦，刚才助战的时候点错了是吗？ OK， 就这两个，走吧，走你矿场争夺。嘟嘟嘟嘟，反正树白现在已经不入我的法眼了，这个充钱充的少，这个真的是太惨了。同理也是适合我，你看这边，这里已经显示争夺满了，已经有6个人，但是我看不到，这个就是同频，它只能显示30个人的这个弊端。来来来，采集一下这个铁矿，十一阶激活，哇，封印阁，保护一下。哎呀，树白，别介吧，你就给我打了个控制，对吧？然后我给你晕起来，然后再晕一下，然后他就没有血了，然后他运气不好，他就没了。哎，现在已经没了。你看树白，你怎么死那么快？你死得好惨啊！啊，好爽啊！我的天哪，怎么我的矿车还无敌了？然后损失0%，你怎么掠夺的？会不会掠夺？会不会玩？封印阁，你那么菜吗？还要来？哇，又来！哇，小白，你可以啊，可以！哇，树白又在这儿，好久不见 ，Nice to see you。嗯，来亲一个，来冰冻，他把我控制住了，然后我冰冻住一个，然后再来一个人，哎，明在我旁边，来助战一下，不然的话我要用这个晕他了。哎，树白又没了。哎呀，真的不好意思。然后清晨，哦，损失3%呀，还可以啊，还掠夺了160的矿石，真的精彩。我不掠夺了，才160，我想要再收集一点矿石，然后我要去掠夺他们的。来来，今天播到几点？今天应该会晚一点，因为今天非常的愉快，心情非常的愉快。今天白天我都在干架，干得非常的亢奋，然后就很开心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多打打。啊，没有人吗？没有人，终于男人了一回。哦，对，因为原先，哎，其实原先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觉得我要大度一些，我希望以后能以德服人，好吧，像刘备一样广招天下贤士。突然间就站起来了，对，原先我都跪着求人家来我们这个宗门，哎，可惜了，人家现在，哇，这个掠夺还挺快的，哇，我要把这个矿石现在就打完的话，那不划算呀，不划算，我等他掠夺多一点，我再去掠夺。哇，他无敌了，这个矿车无敌了，先不要打啊，留点血好吧，我们先退出，我们先不管他。大耳朵图图，这就是打架游戏，是啊，这就是比，哎呀哎呀，怎么就防守了啊？哇，树白你怎么又来呀？树白你怎么就被定住了呀？真是不好意思呢。哇，我也被定住了，来两个人打我一个。哇，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哇，这就没了，那么惨啊。等的等，先等着，刚才的话有点小问题，但问题不大，好吧，他是两个人轮流控制住我，而且这个伤害输出挺高的，我这个血量今天从1700万升到了1995万，很厉害。哥没了没有关系啊，哥没了哥还可以重生的，哥还能，我还会回来的，灰太狼那句名言对不对，我还会回来的。一觉醒来快8点了，以为快结束了，嗯，今天有点长，才刚刚开始，不好意思了。掠夺矿车，其实，哦，这个3万的我想掠夺一下。哎，明和赫拉，
赫拉其实他就是每天充了一个6块钱啦，然后他现在已经有500-600万的战力了，很厉害的。哎，树白，哇，树白，来，先给你定一下，然后开一个这个弑神，然后再来一个群晕，好吧，来一个群晕，你的小伙伴一起死吧。然后这里无敌了，打下若尘，打下这个若尘，若尘你去死吧。然后树白，树白，拜再见。好，若尘，我要回血，我要回血，回血回上来，然后有个樱桃，丝血反杀，看到没？看到没？丝血反杀，厉害吧？贼给力。OK， 他竟然不是让我自动退出，好讨厌。再旅读一下，面对小白，阿图重拳出击。刚才两个人打我，我都英勇奋战下来了，好厉害。哎，范儿，哇，这个女生叫做范儿，这个肯定是个爷们儿。哇，刚才确实挺爷们儿的。我现在血量残的，进去应该是满的吧？啊，我现在血量是残的。来，先杀一个莎娜。新樱桃啊，这几个无所谓了。樱桃的话，来，我先放一个这个群晕，群晕瞬间没了两个，然后刹那拜拜，走好了您来，然后采集下这个矿车，都是我的，有无敌的感觉特别的爽。我今天打这个情人就是各种无敌，各种恶心他，他被骚的不行，然后他叫上树白一起来揍我，然后树白叫上他一起来揍我，反正，我就是一边剪视频，就是视频。就是让他去走一下，然后走到那儿，他自己打着怪，然后就开始剪视频，其实也不耽误时间。但是他们俩费尽心思的不断的去找我在哪个副本里面去，这样就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浪费了他们很多时间。这里我自己拿这个积分好像拿的有点少，刚才去旅途别人打不死，打死不采集。哦，是这样吗？我刚才记错了，没有注意到。神兵提升一下，四个又可以提升好多。刀光剑影，咱安静带小弟就行。想看你直播干架，可以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来干一下，噔噔噔噔噔，这个还有9分钟，我们这可以操作的应该还有7分钟，这7分钟肯定可以把他们的这个矿车给抢完，而且其他盟应该不太可能去抢他们的。哎，情人守护神，哇，情人，哎，先把这个菜的给搞给，情人，来，去死吧，然后再来，我血量没了，我的天哪，烦人。血量没了，好，杀一个这个刹那，宫本武藏，来再回点血量，我再等一个控制，宫本武藏，哎，他闪劈了，他闪到那边去了，哎，情人，你只要让我闪开，你就死了，然后先冻住他，然后再群晕 ，OK， 我血量回上来了，还有机会，哎呀，击杀了我，但是我拿了2000的这个矿。还不错，拿了2000的这个矿，他就是获得一个这个防守的 MVP 吧。啊，小妞，哎，情人你血量怎么残了？情人你好，你血量怎么残了？哇，这个莎娜，我要先杀莎娜，你去死吧。然后情人给你一个控，别杀死我 ，Come on， 我大招 ，OK， 先把这个情人斩了。然后小妞，放我一条生路 ，OK， 我先回点血，先揍一下你家矿车，好吧？哦，小妞 up 会 PK 了，有点会的。我靠，这人看直播，一边看直播一边搞我吗？你得再冲锋不厉害。我现在不是缺这个控制，好吧？哎，新小鹿，情人守护神，来，情人，啊，情人，我不怕他一个一个上，来，先搞一个这个冰冻可以增加持续伤害，增加后续的输出。先搞一个这个，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大招控制，然后他又有2秒钟不能动。哎，他死了，他应该不管我了。小鹿啊，你怎么那么厉害，都不管我，那你矿车就没得了。情人，你要打一套吗？大哥，你就在这儿看着我掠夺你家小东西。来，情人，你的技能应该是要好了，是不是？我不怕你，我先来一个冰冻，然后再来一个弑神。小鹿，你没了，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好了，情人死了，拜拜。但是这个矿没有掠夺太多，只掠夺了3500。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抱歉了。是不是很爽？这个就是把痛苦现在在别人身上。我现在就不怕你，除非你情人树白小妞一起上，对吧？我第二名挑你，难了。来，先给你晕一下。但这波我血量掉太快了，掉太夸张了。情人现在血量比较高一点，但是这旁边慕白还在打我，好烦呐，有点烦。
他们这个矿车无敌了，现在搞不定了，会玩了呀，那可不得有点进步，只抢夺了600，还行，再继续，我今天就抢翻你，我看你运气好还是我运气好，他这个血量可能还没有恢复满，你知道吧？哇，恢复满了，我就在你家矿车旁边打架，哇，情人，呀，情人，你血量怎么不满呀？哇，不好意思了，情人，商量，拜拜，给他冻住，然后他就没了。慕白，慕白你也来，来，情人，我刚刚这个是超级大的控制，把他也控制住了。来，情人来，我应该还有一个无敌，运气好我就能激发一个这个无敌。来，好，击败他了，这个矿车又是我的了，免费打20秒，不谢，特别的爽是不是？你看我们盟的赫拉和摄影恒都特别的菜的，其实他们没有起到，基本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呢 1v3 也好，无论怎么说吧，这个 MVP 我是拿定了，这一次直接抢了8000的这个矿，实在是心情舒畅，哦耶，双击666，哇塞，你说他多难受啊，花了比我多的钱，如果他不是真的不是托的话，有这个可能哦，他如果真的不是托，然后还被玩成这样，哇哇，可以可以，无敌1分钟，哎呀，情人又来，新小妞也来，哇，小妞我让你吧，来这里先搞一个群控，哇，这里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这里我是先打这个刹那的，我要打你家矿车好吧，哎呀，矿车恰好无敌，新小妞好像是来比手速，噔噔噔噔，再来一个 OK， 伏骨血，霸气的男人回来了，哦耶，小妞不在，小妞这个手速跟不上应该是呀，来朋友给他一个控制，给慕白一个控制，他就没了，来打你家矿车，来先搞一个冰冻，然后慕白你在这儿，来一个大招你应该没了，我把它定住，然后清晨你也没了，哎，亲爱的，这个有一个问题修复了，亲爱的玩家你好，有一个问题修复了 OK， 我又无敌了，5秒钟哦，啊，没有无敌，这波有点惨，但没关系，还有机会，反正我就围绕着你家矿车去打，哎，小妞又来了，我不怕小妞，哦，我们这次杀一个小妞吧，杀一个小妞祭祭天，反正在游戏里杀的，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里先等等，先等等，玩一个策略，我们先不要掠夺，过一会儿再掠夺，过一会儿掠夺之后他们先进去，然后我们进另外一个矿车好吧，这个是兵分两路 OK， 玩一个小小的策略，希望他没有听到，去世的真快啊，对的，有那么多人 OK， 这个掠夺 Come on， 来两个人，无敌还没好，无敌应该是有 CD 的，你不可能说血量回上去一点点然后再致死的话又可以恢复上去，好像不太现实，对方战门没有人啊，你们人呢，是不是没有看到我，我要抢你们矿车了呀， OK， 没有人，哎，小妞，哇，小妞可以杀个小妞祭天了，我先杀小妞吧，然后再来个冰冻，拜拜了您嘞，这个刹那不小心误伤了你，真的非常抱歉，哇，小妞也会这个群晕，哇，她也学乖了，可以的可以的，哦，小妞没了，真的不好意思，还是很抱歉，谢谢妞的支持，但是游戏是游戏，请您一码事当一码事，礼物该刷的还是得刷，咱是这个放平心态好吧，那个不要怪我嘛，然后这里打造一下，哇，这个战甲加了大概6-7万的这个战力，哇，挺给力的，哇塞哇塞哇塞塞，哦，3000的矿石，好爽好爽，你他妈死定了啊，哎，你摧毁啊，真的结算了，哇，已经到结算了，我的天哪，那我才抢了多少呀，还有30秒结算呀，这样子，谢谢小妞的礼物，对，谢谢小妞的这个弹幕，您能光顾本直播间并且发送这个弹幕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小妞咋不去你们盟，因为小妞一开始就是人家的，然后下一个游戏要是有幸一起玩下一个游戏的话，咱就叫他一起来，进咱们盟基本上都被欺负对吧，其实也没有必要，哎呀，反正我是觉得有一个小妞当对手也挺好，你要说他真的过来了，那他们那帮人可能会把我揍死吧，哎呦，这里 MVP 看到没有，哦，谢谢送的400个辣条，谢谢二次元飞鼠，然后柳的冠军也是我， MVP 也是我，
OK， 呀呀呀呀，金矿个数哇，金矿采了16个，然后这个铁矿个数采了116个，哇，采了116个铁矿，全上14个，哇，因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我没有抢到这个？是因为我们做门的人太菜了，他们做门的人比较厉害，然后如果他们做门的人也比较菜的话，我其实就可以顺便就把他们的人也收了，但是他们的人其实有时候会把我杀死了，所以这样的话算起来我可能人数差了一两个，没有他杀的多啊，但是没有关系，但 MVP 拿到了呀，对吧？然后王者竞技哇，又是一个我不怎么想直播参与的活动，来这个矿场争夺做出了巨大贡献。 OK， 掠夺冠军，来一个掠夺之王，又可以激活了升战力啊，这个战力慢慢来，不急呀、啊。来矿场霸主 WCW 小龙，哇塞，谢谢咱的铁杆粉丝，嗯啊，哦，我溃疡还没有好，有点疼的。OK， 加了3000，斗圣套装，我觉得以后我们这个每天500块钱花一花吧，还是稍微花一下的。反正今天我做这个直播，我就想告诉你们，今天我特别的舒服，就是打 BOSS 的时候，别人打到了30血，然后进去把人家杀了，特别的爽。这样你今天可以4400啊，今天晚上可以啊，但其实要等晚上活动了，今天做不了了，今天到不了。你告诉我，我还能怎么提升？今天4300，我觉得已经了不得了。作者，我可以商量件事啊？什么？商量什么呀？这也太舒服了。对啊，现在游戏终于有点好玩了呢，终于有点好玩了呢。然后直播间也有点骚气了呢，好有意思。我们现在有3个实验室，挺给力的。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直播也能改变我，就挺有意思的。哇，这个天命魂石，这是啥玩意儿？画面逐渐鬼畜，排名看一看，不给，排名一会儿再看。嗯哼。